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侯乃荣日前正式加入台视新闻台。虽然有著十多年新闻专业资历，但他对性工作仍不敢掉以轻心，希望能以最快速度进入状况。要是确定要到新公司之后，便把每一节的新闻测录下来，在家默默研究做功课，笑说主要看一些走位跟经验，希望可以尽速做好公司交付的人物。侯乃荣第一天早上8点就到职，他透露为了早起，前一天早早就把3岁大的儿子哄上床睡觉。来到新环境后，主播造型也不同以往，也让他开心说我很喜欢我的新造型，觉得更加利落有型。新造型初亮相也让不少同事惊呼，像极了偶像韩剧《三明治女孩》的逆袭中的女主角叶星辰，让他眉开眼笑地说台视真的太温暖了。侯乃荣前阵子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和家人一起到日本赏樱，浪漫美景也让他大呼美不胜收。不过他也提到日本人的野餐精神，他表示野餐第一天被他们准备的食物给惊喝到，食物丰富到只差没把整个餐桌带过来了。不过他得意地说第二天我输人不输阵，也准备超澎湃的大餐过去，顺便让儿子放放电。侯乃荣日前正式加入台视新闻台，台视提供叶星辰中最近女子红组张丽昂和拍三明治女孩的逆袭，台视提供